Chinese Mandarin language is not harder than you think. Hanbang class has more Chinese courseworks and efficient materials to help you get it easier. We will also update every week. Let's subscribe and learn more here. Enjoy with us, Hanbang class. HSK 标准教程是一套专门针对 HSK 考试编写的考教结合教程，从内容到形式与考试全面接轨。本书是第二级练习册，配套录音录有每课的听力练习和语音练习及模拟试卷的听力部分。北京语言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录制出版发行。HSK Standard Course is a series of course books on HSK, which combines testing with teaching and matches the test in all aspects, from the content to the form. This is the CD for Workbook 2, includ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listening and pronunciation exercises in each lesson, as well as the listening part of the model test, recorded,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by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Electronic and Audiovisual Press. HSK 标准教程二练习册 HSK Standard Course 2 Workbook 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HSK 二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共35题。请大家注意，听力考试现在开始。第一部分，一共十个题，每题听两次。例如，我们家有三个人。我们家有三个人。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现在开始第一题。一，我每天早上喝一杯咖啡。我每天早上喝一杯咖啡。二，这些菜都是妈妈做的。这些菜都是妈妈做的。三，医生说游泳对身体很好。医生说游泳对身体很好。四，马丁正在上班呢。马丁正在上班呢。五，姐姐送给我一块手表。姐姐送给我一块手表。六，哥哥比弟弟高一点。哥哥比弟弟高一点。七，
今天虽然是晴天，但是有点冷。今天虽然是晴天，但是有点冷。八，这个自行车是张小姐的。这个自行车是张小姐的。九，已经11点了，我要休息了。已经11点了，我要休息了。十，那个电影我看完了，非常有意思。那个电影我看完了，非常有意思。第二部分，一共10个题，每题听2次。例如，你喜欢什么运动？我最喜欢踢足球。你喜欢什么运动？我最喜欢踢足球。现在开始第11到15题。十一，你每天晚上什么时候睡觉？我每天10点睡觉。十一，你每天晚上什么时候睡觉？我每天10点睡觉。十二，机场离公司远吗？很远，坐车2个小时。十二，机场离公司远吗？很远，坐车2个小时。十三，昨天的考试考得好吗？不太好，没做完。十三，昨天的考试考得好吗？不太好，没做完。十四，昨天你为什么没去打篮球？昨天上课太累了。十四，昨天你为什么没去打篮球？昨天上课太累了。十五，您知道新源旅馆怎么走吗？往前走，到了路口往左走。十五，您知道新源旅馆怎么走吗？往前走，到了路口往左走。现在开始第16到20题。十六，我没看见你，你在哪儿？我在咖啡馆外面，拿着一杯咖啡。十六，我没看见你，你在哪儿？
我在咖啡馆外面拿着一杯咖啡。十七，你从几岁开始学习唱歌？我六岁就开始学唱歌了。十七，你从几岁开始学习唱歌？我六岁就开始学唱歌了。十八，别看报纸了，快穿衣服吧。我已经准备好了。十八，别看报纸了，快穿衣服吧。我已经准备好了。十九，你去过北京吗？去过，我是去年十月去的。十九，你去过北京吗？去过，我是去年十月去的。二十，这个鸡蛋面真好吃，我想学学。我让妻子告诉你怎么做。二十，这个鸡蛋面真好吃，我想学学。我让妻子告诉你怎么做。第三部分，一共十个题，每题听两次。例如，小王，这里有几个杯子，哪个是你的？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小王，这里有几个杯子，哪个是你的？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二十一，时间不多了，你觉得怎么去学校最快？坐出租车去最快。他们最有可能怎么去学校？二十一，时间不多了，你觉得怎么去学校最快？坐出租车去最快。他们最有可能怎么去学校？二十二，你什么时候可以出院？今天医生说，让我星期五出院。男的什么时候可以出院？二十二，你什么时候可以出院？今天医生说，让我星期五出院。男的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23。今天天有点阴，我不想出门。好吧，明天再去吧。男的是什么意思？23。今天天有点阴，我不想出门。好吧，明天再去吧。男的是什么意思？24。这些羊肉是你买的吗？不是我买的，是我丈夫买的。这些羊肉是谁买的？24。这些羊肉是你买的吗？不是我买的，是我丈夫买的。这些羊肉是谁买的？25。你在找什么呢？我的手机，你帮我找找吧。男的让女的做什么？25。你在找什么呢？我的手机，你帮我找找吧。男的让女的做什么？26。你看看这个房子怎么样？这个比那个大，也比那个便宜。男的觉得这个房子怎么样？26。你看看这个房子怎么样？这个比那个大，也比那个便宜。男的觉得这个房子怎么样？27。大家在等你呢，你什么时候到？我在出租车上，10分钟就到。男的可能什么时候到？27。大家在等你呢，你什么时候到？我在出租车上，10分钟就到。男的可能什么时候到？28。你好，请问李老师在吗？对不起，你打错了。女的为什么没找到李老师？28。你好，请问李老师在吗？对不起，你打错了。女的为什么没找到李老师？29。你最想去哪儿旅游？我觉得北京还不错，我准备下个月去。男的什么时候去北京？29。你最想去哪儿旅游？我觉得
北京还不错，我准备下个月去。男的什么时候去北京？三十，你跳舞跳得很好。谢谢你，这是我第一次跳舞。男的以前跳过舞吗？三十，你跳舞跳得很好。谢谢你，这是我第一次跳舞。男的以前跳过舞吗？第四部分，一共五个题，每题听两次。例如，请在这儿写您的名字。是这儿吗？不是，是这儿。好，谢谢。男的要写什么？请在这儿写您的名字。是这儿吗？不是，是这儿。好，谢谢。男的要写什么？现在开始第三十一题。三十一，今天下午没事，我们出去玩吧。去哪儿玩？你想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我很累，想在家休息。女的想做什么？三十一，今天下午没事，我们出去玩吧。去哪儿玩？你想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我很累，想在家休息。女的想做什么？三十二，昨天的考试你考得好吗？说得有点快，我有很多没听懂，你呢？时间太少了，我有三个题没写完。我们去问问安妮吧，听说她考得不错。男的考试考得怎么样？三十二，昨天的考试你考得好吗？说得有点快，我有很多没听懂，你呢？时间太少了，我有三个题没写完。我们去问问安妮吧，听说她考得不错。男的考试考得怎么样？三十三，您好，您想吃点什么？你给我介绍一下你们的菜吧。这个鱼和这个鸡肉不错，很多人都爱吃。行，来这两个。男的想吃什么？三十三，您好，您想吃点什么？你给我介绍一下你们的菜吧。
这个鱼和这个鸡肉不错，很多人都爱吃。行，来这两个。男的想吃什么？34。16号是我妻子的生日，我不知道送她什么。送给她一件衣服吧。他喜欢什么颜色？我觉得他可能喜欢黑色。走，我们一起去商店看看。他们要做什么？34。16号是我妻子的生日，我不知道送她什么。送给她一件衣服吧。他喜欢什么颜色？我觉得他可能喜欢黑色。走，我们一起去商店看看。他们要做什么？35。这个房间是你的吗？不是，右边那个房间是我的，这是我妹妹的。你爸爸妈妈住在哪儿？他们的房间在旁边。女的说到了几个房间？35。这个房间是你的吗？不是，右边那个房间是我的，这是我妹妹的。你爸爸妈妈住在哪儿？他们的房间在旁边。女的说到了几个房间？听力考试现在结束。